神圣凯莎说过，正义的执行者是痛苦的，但那些享受者是幸福的。梁冰享受了太久太多凯莎女王带给她的幸福，直到她觉得厌倦。之后梁冰找到了机会，带着新建立的军团来到了凯莎女王面前，准备赴死一搏。多少年了啊，没想到你们依旧弥漫着令人作呕的骚味。不可能，你知道你杀不死我，但你仍然来直面我。我觉得我跟你一句废话都不想多说。对，咱俩算得上姐妹的日子也就几百年，然后就是打仗打仗几万年的仗，还真没什么话好说的。哼，你找了雷娜做帮凶，你知道的，超新星在这边发动不了，而且超新星未必能将我消灭。哦，你们想把我弄到翡翠星去，可惜我看不到恶魔有这种能耐。然后你又联系了死神卡尔。你就继续读取我的信息吧，我知道和你见面你免不了先嘲笑我的无知和无能。卡尔好像没什么动静，是我读取不了所谓的终极恐惧，还是说他压根就没准备帮你？好了，调侃完了，临死吧。越来越有本事了，那比得上天鼠逃命的本事。
你不是他的对手。我轻敌了。你跟我来，这个家伙等会我来对付。这个暗色银链子你先造的，至少能干掉你两个战士不是吗？阿哲，他说他干掉你了，你被干掉了？不会比莫甘娜先死？你又研究了什么把戏？姐妹一场，你真想让我死得那么难看吗？哦，当年叛乱天使之城时，你可没有对我念着什么姐妹情，你真的伤透了我的心。哼，开始翻旧账了是吧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？知识就知识，制造什么终极恐惧的谬论，为了吓唬谁？我吗？什么是对，什么又是错？好，咱们不说这些。那个大时钟很厉害对吗？现在赫西在帮我研究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宝库，你呢，在学术上也有长足的突破，可是现在你放弃这些。我知道你和卡尔。不要提卡尔，卡尔没关系。天启王梁斌。什么天启王？我后来是神圣左翼。可惜你信吗？我跟他是姐妹，你跟他是什么？嗯，你是什么都要开始怀疑了吗？梅洛天庭遭到入侵，请天使们做好战斗准备。梅洛天庭遭到入侵，请天使们做好战斗准备。最好别让我知道这也和你有关。你不是可以读取我的思想吗？嗯，赫西，你留在这儿，那边我去处理。神圣凯莎呢？怕不是龟缩起来了。哼！银叶是银叶。活着不好吗？不找点刺激，活着有什么意义？可惜天机王啊，不，曾经的天机王。我并不觉得那个时代值得留恋，女天使和女天使互相敌视。好吧，你一直和外面保持着暗通讯对吧？情况怎么样？梁冰，很多年后你再来反思，看看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可笑。有些事情就算看着可笑，听着可恨，可仍然不得不去做。你让我出去，看在以往的情分上，如果你还认为那是情分的话，一般的入侵打不到天庭内部，让我出去，凯莎需要我。
如果连凯莎都解决不了，你去了有什么用？我是主攻时空基因的，我知道问题在哪里。那是我姐姐，我姐姐需要我。梁冰，即便凯莎说一定要把你关上100年，我也能让你现在就出去。但是你要想清楚，如果你骗了我，不仅意味着你与凯莎恩断义绝，也意味着与我贺西彻底为敌。说，什么目的？自然是手刃你，神圣凯撒。虽然你们恶魔智商低下，但不可能不知道，侵犯天使之城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在信仰面前，死亡不足为惧。什么信仰？我在你的脑海里读取到了恶魔女王，她是哪个神？神圣凯撒，你的思想充斥着独裁者的腐臭味，最终只能迎来失败，而堕落与自由才是未来。在终结你的性命之后，我一定会找到这个思想的源头。太危险了。不用找了，他就在你身后。没死就快站起来。牛倒掉了。梁冰，你暂时可以叫我恶魔女王。